Time for Teddy coming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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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eddy, coffee, sunhoe, bye. Teddy's coming. Coffee's coming. Say hello.听到呢首主题曲咧，就知道我哋今日要去探天线 DW 啊！咁喺呢一个元朗嘅 Yahoo Mall 一期咧，最近7月15号至8月31号咧，就有天线 DW 主题嘅展览喺中庭嘅位置嘅。另外咧，营点一期系最多宠物友善餐厅嘅地方啦，我哋今日会介绍两间嘅。再有一个好嘅消息，就是营点一期在今年7月份咧开了一个新的 dog park 啊，宠物公园的面积咧有7600尺咁大啊，我哋阵间就带埋 Teddy Coffee 嚟睇下啦。今日我哋去的地方咧，主要集中在营点一嘅，咁所以泊车咧都系泊翻营点一商场的停车场。停车场咧星期六日公众假期一个钟是24元。停车场一出已经是商场了。第一间我们去的餐厅呢位于2楼，是一间韩式餐厅来的，就是这间了。这里有室外位和室内位的，那狗仔都可以坐室内位的。有半份炸鸡啊，正啊！哇，真有蟹！將油蒜頭炸雞㗎啦，都係食。哇！啊，呢個好吸引啊！濟州金桔魚柳，仲有熱情金菠蘿冰沙。啊，呢度環境好靚，好乾淨啊！好靚啊！呢杯嘢唔止靚啊，仲好好飲噶，飲到啖啖果肉啊！哇，半份炸雞送年糕添啊！跟住就係炒粉絲。咩？啲炸雞好好味啊！我哋揀咗醬油蒜頭味。個牛肉炒粉絲正常啊，至於杯飲品咧，因為太好飲啦，所以我哋 encore 多一杯啊。呢間甜品店好似好吸引啊，門口寫住 Pet Welcome， 有呢啲雪糕食啊，不過我哋啱啱食飽，下次嚟試下。哇！而家 like 佢 Facebook 買一送一啊，53元。呢度仲有下午茶 tea set。有正餐食嘅，食完饭啦，而家嚟到1楼中庭啊，有天使 DW 嘅夏日寻宝宝展览啊！邊只狗仔好叻叻啊！Twinkie Winkie、Dipsy、Lala、Po、
仲有茄子排第五啊！我哋而家去 dog park 啦。比想象中小少少啊！系。有便便收集室，有洗手的地方。现在就带大家看看支楼的 dog park， 这里就没有一楼那么多那些狗狗障碍赛啊。见到墙上面这些一个窿一个窿的呢，就是星光狗狗大道啊。详情呢就看回 Yahoo More 的官方网站啦。哇，前面这里有只大狗狗的，好搞笑啊。咦，这边还有的哦。G 楼呢就个范围大一点，不过就没有刚才一楼这样独立围封的。在 G 楼 Pet Park 这层呢，入回来之后就会望到这间是不是叫做 Pet Koey Koey 啊，咁就买啲狗仔嘅日常用品，狗狗 supermarket 啦。呢间拉面嘅外围咧都可以带狗仔嘅。同佢哋行咗一阵商场，去埋 dog park， 而家我哋食晚餐啦。晚餐咧就系去前面呢间日式嘅餐厅。剛才晏晝忍住了沒有吃甜品啦，因為這間呢很出名吃蘇芙蕾的，還有窩夫添。西式的牛扒配上日式的烧汁，哇，好好味喎！我原本一心谂住嚟食苏芙蕾噶，但系见到隔篱台咧嗌咗个青提牛角包窝夫。个卖相好靓啊，所以我就转咗态啦。呢间西餐厅咧都可以带狗仔噶，之前入去食过，不过就要坐室外位嘅。食完饭又去 dog park 嗰度行下，呢度夜晚开咗灯，好靓啊！睇完咧，麻烦你，希望你可以俾多个 like 我哋，同埋订阅我哋个频道，仲要揿埋隔篱个钟仔，咁就唔会错过我哋下一条片噶啦。拜拜。